到这个叫臂式位交叉的，就是我们两个人这个位置的时候，男生是右脚在前，身体框架架开，右手扶住女生的这个肩胛骨旁边下面的位置，左手握持住女生，与你的眉毛的高度平齐，千万不要太高哈，一定只能在男生眉毛以下的位置握持，记住这个状态。好，然后男生的右边的胯往前顶，然后呢手臂用力拧转，让女生转身，同时左脚前进做 check， 去让女生去到你的后面，就臂式扭臀，然后回重心把女生带回来 three， 然后男生又回到了第一个动作哈，拐点步，这掐掐掐啊，然后呢再换重心啊，哦，回到了我们第一个扇形位 two and three and 从头开始。谢谢。好，那么女生，当我们准备在男生的右侧的动作开始位置之后，先拧转你的左脚，就是你的站立脚，转身的时候注意这个后退一定不要太大步，不然你的男生就会被你抓飞掉，拽吐了。OK， 所以向后退的时候一定是保持住你的手的位置，和男生进行一个相反方向的推力，同时把你的重心往后放，然后让你的一侧胯，主力脚内侧的胯多一点向后拧转，保持住手臂的位置以及身体的朝向对着男生，不要让自己身体向外，保持住转向男生的方向，再去做 hip twist 这个动作呢，也是身体朝向始终对着男生，以及下一个动作拧转的时候身体朝向还是对着男生，最后一步的时候打开侧行的时候步子小一点，one放重心，接下去拧转身体 two 朝向男生 three 再次打开 and 锁步 shut each 一 one。